各位英俊、潇洒、美丽、大方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坤，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。哎，本期咱们来看一下。好的，开始之前提醒大家关注坤儿姐直播，虎牙直播平台搜索房间号630964，或者直接在虎牙搜索张坤直播三国杀，摄像头的下方啊。好的，这一局的话，我们选择了一个教主，依然是借的土豪的号啊。哎呀，这个牌没闪没黑啊，你要搞事情。来，无中能变出来吗？中中生有，剑剑齐发。但这个万剑如果给忠臣那就帅了啊，配合八卦可以劈两次，是吧？借教主啊，看一下这个技能出雷的条件。第一种就是进行判定，因为你八卦就是要进行一次判定的。第二种就是使用闪或闪电都可以出雷，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，这个有点可惜了，有点可惜了。好了，作为教主啊，沈佳宜我就不装了，有本事左右的人 please kill me， 但是不要顺me啊，注意是杀我不是顺我啊。这个是当时万箭的是给我们白嫖了一张牌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跳槽，然后忙了一下偏中的许攸。好吧，你这个大策你是反贼就是反贼吧，也不求着你相着你是吧，一个顺手的试财，那这过揣就不能试财了。一个顺手成略，哎，两个是一样的颜色，两黑团。哎，那么雷霆之柱，我皆可成。再来一个闪，两个试财啊！一个试财啊，一定要注意这个试财，一个丈八，一个顺手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两炮就解决一个人，是吧？有八卦被杀或者开万箭都是两个事，都是两炮啊。然后许攸控顶的黑桃，对吧？那就帅呆了，帅呆了。这个时候就打稳一点，没有说上来就劈死曹纯的，担心他是内奸甚至是忠臣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劈两次啊，切记劈两次。既然是劈两次，一定拿人头，我们就拿大翠的人头。都不赌了，就这个暂时不赌他，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，你要不好好表现那就对不起啊。那没啥好说的，老二是忠臣，其实你也不知道他是忠臣，对吧？他完全有可能是反击的，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，那后边就是反类了啊。你反类你们自己去分行吧，我们逮谁雷谁了啊。现在雷霆之柱，哇，拼赢咋还得拼他呀。哦，想顺这个乐，对不对？行吧，允许你顺了。你看，顺到乐都不敢动我们，因为我们只要判定就能出雷。但是他忘了，我们有一个闪电。你不乐我，我出牌，我主动使用闪电也可以出雷。你还不如乐我，让我不能干别的事，是吧？既然都有雷，教主对于这个乐的威慑啊，那么我们来吧，先开一个无中。先顺手也行，骗无限嘛，各种开无中，然后雷霆之柱，我皆可成，看着吧。然后嘚一下，然后再不死再补一个决斗，是吧？死的话决斗就补别人，对吧？然后再贴个乐过了，然后给队友传马车啊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由于这俩都跳得很中啊，所以左慈顺位成为内奸啊，咱们就不用宠他了。阿蛮有我良计，桃子的四才，然后解锁的四才，那排雷顶是一个解锁，对吧？红锦草花的解锁，那也是黑的呀。的力量来吧，一杀俩雷，哎，第一个草花咱就不改了，然后再来一个这个雷针，是吧？虽然没有黑团，但草花也劈人呐、啊。你看还带天判，找谁说你去，对不对？来，再来一个雷，先劈了啊！不用管他中不中了，对吧？这俩是中，他就顺位成为内奸了，对吧？并且选将上他是偏内，所以说就不要说不敢劈了，劈了得了。雷霆之柱，我皆可成，看着吧，这改变乱世的力量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那我们这一局再蹭一波二元的热度，就场上有二元，我们就蹭他的热度，行吧？那么我们这个大主攻的话选择了 BB 勾、哎、BB 勾的话这不上一局的 BB 勾吗，对吧？看一下这一局咋样，不要被抡了啊。求法之道，哇，这牌防御有点 low 呀，希望能调一下。那就蓝蛮过牌，装备过牌，是吧？有一点小过牌，来吧，先走一个蓝蛮平消一波，对吧？走吧，不要怂啊。雷霆之柱，我皆可成。
然后直接发动四才啊。智人者握拳，至于忍者使命。难难刀，然后也就只有基本牌可以再四才了，可以考虑成月刷牌了。然后第一轮不要过分的用了，你估计也用不出去了，因为你牌根本就不够，是吧？不要再用了啊，那就切个乐过了，行吗？就这样过了啊，然后比最开始要好多了。是吧？最开始一堆黑，现在这看着舒服一点。然后二元的话，贴主对主攻的威胁还是很大的，但是现在不能说他偏中或者偏锋，所以控制一下，没有网都得控。我去，这货二元没动，这个小这个一元动了啊！一元啊，说到这个一元，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啊，就前天有一个什么热搜啊。人家群里边老师发群消息说9:30进行一元一次方程是吧讲解，然后家长就醉了，这怎么讲一次方程还要要1块钱，这也太贵了吧。还有的家长就跟了，我们还有更贵的，不是他还有家长说，我还听说有的地方是1元2次方程，你这一元一次你也太贵了，我不死了，说太贵了，搞鬼。谈笑间身份已经被我忘了，但是我知道这货整了我，然后这货的印就是铁证，是吧？这个春哥居然跳忠诚了，好讨厌。准备好。好吧，打一轮酱油吧，反正也被乐了，对吧？那就打酱油了。同时内法。哎，这个时候他第一轮没动啊，这一轮用那个非基本牌去爆发，比如说装备刷牌，锦囊去控场，比如说一个顺其实可以顺两个，但是由于是二号位的忠诚，所以说他还是是吧？贴主的中有点受限，顺手受限了，要有距离限制啊。那额外的也要有距离限制。那么这一波其实他的牌还刷的还是不错，但是对反击的压制是有限的，是吧？然后也丢了4张嘛，就说明对反击的压制有限。如果能把这4张牌都甩出去，那就说明有控制的目的。好了，这元素有凤印，分分钟出一个草花，这么嚣张，尔等竟如此嚣张，你是骡子是马，你给我亮出来，亮出来就搞你们。哇，这有龙凤印啊，有称好，这有已经有4个人在铁手上了，只要一称好，那就说不定就会连环效应，说不定就有第二次火攻命中，或者说第二次绑铁锁之类的，好恶心呐、啊。这完了，加伤害了，雨清德崩，然后 Good Great Excellent 五个 Icing 4张，看这4张就说明第二次火攻能命中，还好现在只有5张，应该还可以。春哥即使是内奸啊，我也必须让你出来给我挡刀，然后这个桃子一定要四才，你不四才的话你怎么打死反贼，对吧？那么四才以后被悲迷糊摸走了，不要紧，他是拿一张随机的牌换成一个桃，他说白了他只是，你可能觉得桃的质量确实有点高，但是我是实打实的摸一张，它不能比的啊，我在前位。得此点化，主要是这个龙凤印啊，希望不要过分的干扰我们。还好张琴这一波效益有限，你说他打了6滴血还效益有限，6滴血4张牌，那本身就恐怖呀。他在恐怖的情况下，至少没有清场啊，是不是？是因为屌丝灰已经有这么多铁锁，本身就恐怖啊。总体来讲还好，勉强可以接受。还有反扑的机会，是吧？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能解决掉一个核心的话，比如说如果能把屌丝灰解决掉的话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他只要一解决掉，龙凤印就消失了啊。所以说也又来铁锁，你妹，这有3个人在铁锁上打了1个无限，解不了，是吧？解不了太大的问题，所以说解决掉屌丝灰才是问题的核心啊。我们这一轮争取干掉他这一个菊花刀，哎，可以考虑爆屌丝灰的菊花了啊！先平消一个万箭，过一张四财，是吧？你的灵魂在这。然后这个地方要考虑的是出更多的杀，还是保这个顺手能顺远程的去顺了？那这个结果呢，就是丢方片呗，远程的去顺。你看陈月丢，但你也可以保更多的黑桃，那就先把屌丝灰干了再说。对吧？屌丝灰不爆菊花的话是没有这么容易死的，那这个就不能四财了，以后来装备也不能四财了，少一个四财，那没办法，菊花为重，是吧？只要有菊花，啥都不是问题。可惜了，这个铁锁用不了了，现在只能出方片杀了，所以说这个铁锁用不了了。
屌丝灰一死，二元单个铁锁不出威虐。那么这样一来的话，恢复一波状态，然后二元进行一个联动，然后狗了是吧？过来。不要去冰春哥啊，他是内奸你也别冰他，他不害人你就别冰他，你冰他他说明大伤死，不用管了，随心而欲。杀。丢基本牌就是要出杀了啊。他内法等于二的意思就是杀可以额外两个目标啊，额外一个目标可以额外两次，就是没有连弩也可以额外出两次杀，但是必须强调距离，所以说他连弩也只能杀元素。哎呀，这核心已经解决了，这次核心升级为当前的核心是吧？卑弥呼开始兴风作乱，卖啊！这个时候就是狗命的时候了，每一张牌都要珍惜，对吧？你这个万箭你卖不卖？卖，等升值。等什么升值？等四财的升值。四财只有使用才能四财，所以你万箭你打出一张闪你是不能四财的。我就等着四财，你杀我我就闪，对吧？这片土地的人，他一杀二，真是太有保命了啊！不要去丢牌了。这个时候每一张牌都要精打细算了啊，浪不起来了。你看看，这不就升值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如果万箭出闪，你不就没这个酒了？小事一桩。你这万你南蛮要 QJ 要丢杀，你不就没有这个杀了？只要能苟下来就有机会，现在只有两个反贼了，张琴英这一下打不死他就歇菜了，对吧？就到主中方的联动了，他没有预清啊，杀是不加伤害的，这样一来又出一个，哎呀刺激，你补不了刀了，他有连弩杀不到，没有连弩我有一刀杀你开蓝蛮我都不怕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开启中内的联动，哎呀直接把内奸给喷了，狡兔死走狗喷，然后我们争取把张琴一秒掉啊，但是不一定能秒啊，八卦拆了就好说了，如果八卦没拆的话我们就要想办法先控，不一定有啊，你看这就不一定有，吃一个桃子直接四财放在牌堆里，不出意外是老二的，对吧？然后再把它爆了，桃子在排雷顶啊，然后再出一个过穿，摸一张牌，再上一个刀。那你说刀跟过穿在排雷顶呢？二元拿刀本来就是过牌流，所以说桃子还是二元的，是吧？上一个刀摸牌，出一个过穿，他摸的牌是什么？那不就那个桃子吗？所以说现在卑弥呼没有输出，你只能等死。你防御再高，你只能等死，因为你没有输出的感觉，是吧？老二手上有一个团，我们是比闪银无限，你一天也打不下来了，哎，他只能乖乖投降了。但是这一局因为二元在二号位确实发挥受限了，比如说杀的时候，对吧？再比如说你顺手的时候。但是最终还是把反贼磨下来了，这帮反贼太恐怖了，一个接一个的核心，看吧，这个桃子是不会错的啊，一定是在二元手上的，一个接一个的核心，屌丝灰打死了，没想到卑弥呼又跑出来兴风作浪了，哎，赢一局也不容易呀、啊，他不是三下五除二就赢了，行吧，咱们来轻松一局吧，打得太压抑了，轻松一局啊，那就是曾经大家最喜欢的欢乐成双。请鞭挞我吧，香香！哇哇，一个桃，梁柱，啪一下，桃子，两个桃，梁柱，三个桃，梁柱，四个桃，梁柱，五个桃，梁柱，六个桃，梁柱，七个桃，梁柱，还有九，哎呀妈呀，疯了，疯了！再加上白银，七个九，七个桃，一个九，一个白银。然后后边应该还有一个酒吧，我刚记得好像还有，看错了，哎呀无所谓了啊，这桃子你看开桃，你看对吧，你看开桃园的好讨厌呀、啊、有连锁啊，那么你肯定是四张牌划的来一点是吧，所以说不得不有香香的梁柱啊，苦肉是两张，梁柱是两张啊，你说这不就你们输的不冤啊，桃子扎堆是吧，岂无仙术，我们本来是来轻松的，结果看了一局仙术，仙术啊，神仙的仙，法术的术。好的，关闭之前提醒大家关注坤儿姐直播，摄像头的下方虎牙搜索630964，好的，谢谢大家。